陳記儀主任、許湘玲副校長、陸遠芬主任、何彩珍主任榮休聯歡晚宴現在開始。首先我們有請李仁傑老師為我們帶領祈禱。主，我們在這裡亦都因你的名而聚集在一起，為了我們的主任，為了我們榮休的主任來到做一個聚餐。我們知道陳記賢主任、陸遠芬主任、許湘玲副校長和何彩珍主任在教育的事業上面付出他們一生的努力，不是為學校的酬勞，而是為學生的得益，給了他們的一生出來，為繼承他們的老師的意願而繼續他們的教育事業。今天我們也都看到我們的主任怎樣做法，以後我們都會跟著我們的主任同樣為我們的學生付出。我們現在念一篇天主經：我們的天父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賞給我們日用的食糧，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不要讓我們陷於誘惑，但救我們免於兇惡。阿們。大聖若瑟，為我等祈，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阿國副校長，各位老師、各位來賓，我們今天在這裡舉行一個聯歡的聚餐，來到向榮休的陳基賢副主任、陸主任、何主任、許副校長來到致意。正如聖經所說的，就是事事有定時，人生都是有不同的階段，每日都有不同的時刻，不同的階段、不同的時刻有不同的事要做樣。所以到了一個階段的時候，或者亦都是要進入另一個階段，揀足夠的地，在未來的歲月願上主祝福的地，使他們能夠享受另一個更好的愉快的一個時刻。每個主任或者副校長在學校不能夠否定，都是超過很多年的。剛才談起的時候跟各副校長談起，跟陳主任經過他的教導，不是直接都是間接，甚至我們的校長都是他的教導的。所以現在來講，你會看到有時在一個時刻，亦都是讓另一批人去承擔他的歷史任務、教育的任務。在我想緊怎樣講這句話的時候，特別對陳主任，我們看到可以說與聖宗一起成長的，經過幾十年，超過半年的時候，現在我們要面對著另一個時刻，現在需要的就是繼承他們教育的擔子，讓我們在我們來主教的領導之下去面對著挑戰，怎樣去面對著一個新的時代的到來，培養一個 更好的新的一代，使他們去面對他們的使命，時代給他們的使命。何主任一樣，他在學校挑起了夜校的擔子，十多年了，叫我了解應該十多年了，來到去為特別有需要的學生勤勤奮奮。許主任一樣，跟副校長一樣，在教育工作在小學生就十幾年了，都還有在聖保羅和在其他學校，所以都是一生都是獻身給教育事業的。
陸主任都係啊，嚇好多年啦，幾多年啦我唔知道，好長久啦係嘛？咁都叫做退休咗㗎啦，但係繼續係嘛？阮校長嘅時候咧，繼續承聘佢，繼續喺度喺一校嗰度繼續擔起主任嘅職務啦，嚟到去為教會、為我哋聖宗去服務。咁所以任何人咧都係個個都係咧，都係為學校、為我哋嘅學生、新嘅中華嘅新嘅一代人咧，嚟到去希望佢哋有所成就啦啊！嚟到為國家、為民族、嚟到為世界，又或者為教會啦啊！嚟到將來佢哋有一班建樹喺度，咁喺度緊祝後各位主任啦，另一個主任能夠上主祝福你哋在未來的歲月之中，祝幸你哋。僅代表亦都羅校長咧，未有事啦，佢要離開咗澳門，有啲事要辦嘅，所以亦都係要託我咧向各位主任、副校長咧致你最深嘅致意，祈祝俾大家。聖宗的職員，今晚好高興在這裡跟大家一起相聚，咁亦都喺呢個時刻，亦都係我哋嗰個夏令班就要結束啦。咁我亦都係差唔多開始一個學年尾嘅我哋有一個休假啦，可以去每一個老師都有機會去休息一下，同時亦都係藉著呢個機會再一次再充下電啦，即係使到我哋嘅嗰個無論喺嗰個身體方面，我哋嘅智慧方面，我哋都盡量去配備自己，亦都迎接一個新嘅學年嘅開始。咁今日咧都特別咧，我哋喺呢個時刻係特別都有四位我哋喺學校服務咗咁耐嘅老師啊，頭先劉神父都介紹咗。咁喺呢度咧，我都係特別對四位嘅老師多年來可以話得係貢獻咗佢哋嘅青春，貢獻咗佢哋好多嘅時間、好多嘅心機、心血，係為教育好下一代嘅青年。青學生亦都係可以話得係藉著佢哋呢啲咁樣嘅工作而感到自豪。青學生亦都係喺呢段時間喺佢哋嘅工作時間裏邊為教區、為本地嘅地方都栽培了很多的人才，那這些人才現在今天有很多都有些留在聖若室裡繼續幫聖若室學校繼續這個的教育的工作、教育的事業，亦都有些離開學校去到外面繼續他們的對整個社會人類的服務。那甚至我們都在本地在不同的行業，或者甚至在政府裏面的工作部門，都會遇到一些聖若室的學生或者聖若室的校友，甚至一些曾經在聖若室教過書的老師。那這些都是我們在今天這個時候，我們都大家相聚的時候都會再記得起我們有聖若室這個這樣的家庭，是有這麼多的不同 的人曾經在這裡生活過，亦都會出咗去，人人會繼續佢哋嘅工作，而佢哋呢種嘅生活咧，係繼續係佢哋喺聖若室所學習到嘅，佢哋會繼續去喺外邊繼續去發揮嘅。咁今日喺呢度，我都特別向各位教師致意，特別係今日四位將要明休嘅四位嘅老師，致以衷心嘅感謝，感謝呢四位老師真係過去咁多年為聖若室、為教區、為本地區做咗咁多嘅工作。咁亦都係喺呢個時候，亦都係特別代表教區啦，要多謝翻我哋呢四位嘅老師，佢哋的確係為教區都做咗好多，栽培咗好多嘅人才啦，我哋教區都係很多的工作的人員，尤其是有些神父，我們都知道教區的神父
都是在聖若瑟度讀書的。所以今天我們在這裡是不單止以一個教區的名義，以我個人的名義，即是一個神父一個主教都好，在聖若瑟修院讀過書，在聖若瑟學校也都是跟過這個這樣的教育的課程的，都感覺得是向我們這些的在學校教書的老師致最崇高的敬意。咁喺呢個時刻，我哋都彼此大家今日係一個聯歡聚餐啦。我哋雖然間好多時都有好多心情依依不捨等等，但係我哋都喺一個嘅歡樂氣氛之中啦。我哋希望喺大家聖若瑟同一個嘅學校嘅教育機構裏邊工作或者工作過嘅，我哋將來都會有好多機會繼續，我哋喺不同嘅環境之中，我哋都互相會繼續會合作。繼續會一起去為我們的下一代，為我們的本地區的人民的福祉，我們都會貢獻我們的所能的老師，同埋都再一次懇求上主都祝福他們，使他們在未來的歲月裏面能夠真正得到上主的很多的祝福，同埋在他們未來的生活裏面生活愉快，身體健康，天主保佑。我哋唔該陳建賢主任同埋劉彥珍副校長。請陳記賢主任接受紀念品。跟住我哋請陸遠芬主任接受紀念品。請大家拍照留念。多謝陸遠芬主任同埋陳建賢主任。現在有請陳主任留步。陳主任，一定有很多心底的說話啦。而家我哋有請陳主任為我哋致答謝詞。年嘅係主任，尊敬嘅劉副校長、郭副校長，各位嘉賓，各位。同事，今天呢是很多謝聖若瑟教區中學行政的當局以及教職員聯誼會，是為我們四位行將退休的同事舉行一個這麼盛大的晚宴。我等代表我們幾位同時呢，是向學校同埋向教職員聯誼會呢，是致以萬二分的謝意。講到退休，我就諗到呢，人啊，嚟到呢個世界上，係一定要盡佢自己接受一種嘅使命。這個使命正如孔子所說，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五十才知天命，六十以順，七十就是不逾矩。咁樣我哋經歷呢個咁嘅階段，喺五十歲，我哋然後先至知道我哋應該盡啲乜嘢嘅責任，履行自己嘅義務。
當然我哋要經歷過嘅就係學習啦，要經歷過嘅立志啦，要經歷過嘅係同人相處啦，然後又要經歷過嘅係對事物係唔係喺呢個時喺呢個時刻，我哋感覺到自己盡咗自己嘅責任未呢？我哋所選擇嘅職業係唔係真正符合上天俾我哋嘅使命呢？乜嘢係使命？又係嗰兩句嘅古書《中庸》，天命之為性，率性之為道。我哋又一定要跟從我哋嘅性向嚟到選擇我哋嘅職業。我自己本人從事教育工作56年，不斷正如劉校長剛才所講，我哋同學校，我自己個人讀學校係一齊成長，風雨同路，經歷好多好艱難嘅，仍然啊會獻身於社會。今日我都仲係澳門特區政府教育委員會的委員，我仍然希望呢能夠不止我，還有陸主任，還有很多退休的同事呢，我們都會繼續堅持下去，為教育好下一代而盡我們的最大努力。當然對於這個退休這個文化呢，在中西呢是會有些不同的看法。在中國人是時時講講但精竭力，鞠躬盡瘁，甚而啊諸葛亮話死而後已添。但是在西人來講呢，他又不是的，人生是要有一種享受，人是要有他的權利去享受他的餘年、他的晚年。不過我不是很憤氣，究竟中國文化啱啦，定抑或是呢個外國的文化啱呢？抄啦，抄古書，抄到啦，仍然是老西的啱喎。佢點講呢？我就抄到《詩經》念唔出啦，因為抄翻嚟嘅，念唔出。《詩經》國風、唐風、釋率，佢講釋率嘅，佢話釋率在唐，雖律其夢，我今不樂，日月其趣，無義太康，即思其居，鋪落無方，良師佢佢。當然佢就係比喻啫，嗰啲國風啊，係啊，嗰啲風東亞仲富比興啊，大家我係喺啲國文老師面前係班農門農夫，因為我唔係教國文嘅，我幾十年嚟咧係教數學同埋教物理嘅，好多在座嘅同事咧都係我曾經同佢哋一齊研究過物理，一齊研究過數學嘅，係咪啊？唔出啲係嘛？係啊，咁所以咧，但我唔係教國文嘅，但我抄，俾我抄好。咁嘅樣咧，係啊，衰率其暴，我今不樂。我如果啊，我哋退休嘅啊，主任啊，我哋退休嘅，如果而家唔快快樂樂地去享受一下咧，日月其罪咯，冇時間俾我哋噶啦。所以咧，無以太康，即思其居，好樂無方。不過我哋唔好樂到唔記得咗喎，樂極忘形就咪咯。良師佢佢。咁啊，佢呢度係三章嘅，不過讀一章出嚟就算數啦。希望我們退休之後，我們仍然享受一個好的生活。
但係無論如何，我哋一定要多謝教區對我哋嘅栽培，我哋一定要多謝學校歷任嘅校長對我哋嘅信任，我哋一定要多謝我哋做咗咁多年嘅工作，付出嘅好多啦，差唔多我都要寒背噶啦，已經。所以呢，我們能夠得到的是什麼呢？的安慰是什麼呢？我們安慰的就是看到同事之間的合作，看到學校的聖宗一家的精神樂也融融，這個是非常之好的。那今後呢，更加我們努力呢教育好後一代，祝願呢聖若瑟教區中學呢萬壽無疆，祝願各位在職的老師的同事們呢，你們身體健康，工作愉快，多謝各位。我們會有一些紀念品是送給教聯會和學校的。首先呢，我們請聖若瑟教區中學劉元勳副校長呢來接受陳主任的紀念品先。我們請劉元勳副校長。我哋多謝劉元勳副校長。跟住落嚟咧，就係請教師聯誼會嘅會長同埋副會長張興老師同埋黃偉霆老師咧，係嚟接受紀念品嘅。我哋請張興老師同埋黃偉霆老師。多謝張興老師和黃偉霆老師。
最緊要身體健康。
頭數噶，下等都係我學生嚟嘅。你話幾多高職咧？我都係你教過嘅。耶稣教过我哋嘛，睇过你廿四年咯，睇过你廿四年咯，恭喜发财！好，等等啊，系，好，多谢各位。谢谢因為我將呢邊我彈出去，個手指根係要快落嘅。哦，呢边阿公，系啦，诶，我咧，有冇你食咩？十尾，十尾，十尾系嘛？十尾，绿豆沙，嗯，绿豆沙，咁十尾，咁十尾，绿豆沙，系啊嘛，系啦，记住啦，啊，你唔好忘记我喎，我点会忘记你咧？真系，唔会啊，你哋，系，多谢啦，多谢啦，多谢啦。本身我哋走嚟啦，但呢啲唔係，你收大狗飲飲酒，點解咧？飲飲下飲得多咗一陣就冇咗。多謝曬，哎呀，哎，等你見到，拜拜。最緊要有。翻咗嚟噶啦，原來啊！係啊，翻咗嚟啦！哦，喺度原來。去咗。係啊，呢台我啲老友嚟噶，呢台啊，呢幾年老友嘅老友。啊，心情嚟啊，好開心，我哋炒到個師兄叫我哋喎。